如今各大卫视的音乐节目纷纷上马，很多非专业歌手出身的演员也开始呢在评委席导师席上抢起镜来。没错，不光是有黄晓明、章子怡，现在连陈坤也当起评委了。还有呢，这范冰冰最近也出现在一档大型公益音乐电视节目当中，不过这一回啊，她的身份有些特殊。梦想新搭档他们有这个对爱里的心的这个项目的一些支持，所以特别开心。